不是经常一直在想怎么自己一直是单身？总以为是自己样子的问题、身材的问题，还是下面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今天我两性大师Sapphire就跟你讲，样子、身材和下面都不是问题。一个女生看到你的 first impression 就是在于你的穿搭。你整天穿巴沙马浪买的衣服，再配一条海滩裤，女生看了恐慌到头跑啦。不认识的还以为你是韩少楼啊。今天这个影片没有要来算你，是要来教导你如何穿搭。把你家的海滩裤、海滩衣放在一旁，你只需要穿上我们家的这个 Neo X6 的 oversize T， 配上一个短裤、袜子、包鞋，有八折一点的话，还可以配上一条项链。回头率直接加100分，女生看到都会小鹿乱撞，一个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信我，你这样子穿去 shopping 走一圈，肯定是全场最靓的仔。New X6 呢，他们只专做黑色的 oversize T-shirt， 重点是他们的衣服上的潮流图案，全部都是一笔一画的原创设计，不是 online copy 的哈。printing 更是美到无法挑剔，不用怕洗了几次，整个 logo 都会不见掉。而且他们采用最 advanced、最 top quality 的布料，穿了西北舒服，西北透风不会热。他们目前呢有4种款式，全部都是新品上架。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点击下面的下面search button，跟 New X6 下单喽！拜拜。